投资朋友打以后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。那我想呢，今天这个行情哦，当然指数还是大涨哦，可能但是很多可能有一些人啊不尽人意，对不对？看指数每天大涨，但是最重要是要你股票能涨哦，那才有用，对不对？要是说最讨厌的是看到指数大涨，结果股票不止没涨还跌哦，那是心情很不好。那当然不管怎么讲啦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基本上多头走势是这样子，就是说如果说你建议你的股票啊在大盘上涨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涨，那我个人认为那也不是问题，因为多头确定嘛，所以基本上你的股票可能就是整理两天啊，可能后面就会又换它涨，你千万不要可能你先跟它不涨，你给它卖一卖，可能变明天变成它涨哦，就是可能会这样。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就是跳来跳去，因为这个资金啊、活水啊、整个动能啊、量能哦，还有这个五月马上520就是我们这个新旧政府的交接，那我相信我一直跟你提到过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定要放在心里面哦，那我认为会越来越好，我认为下半年的股票会越来越好，而且很多散户应该在上半年你赚不到钱的人，你到下半年应该都能够啊赚得到钱哦，都能够赚得到钱啊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。啊，那如果说你在上半年哦，你是赚到很多钱的人，如果啦，那你下半年的话，我相信你也会赚更多。哦，那你如果是在上半年，我认为你没有赚到那么多的人，我认为下半年你应该会哦 double 再 double， 应该都有机会。但是重点是你要敢买，哦，不要一直看坏啊。我陈老师，我常跟你讲，有些东西我也是老生常谈的。啊，我们也不要说太过针对性啊，有的人就看不好看不好，我就觉得哦，看不好看了几年了还不是一直涨哦，这最主要是你自己心态上。那我陈老师我个人认为接下来的行情会是非常五月六月七月八月，那当然是有很多股票都是可以好好把握的啊，甚至之前比较没有涨的，之前比较没有动的这些族群，我相信都是很好的机会。我今天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为什么这么看，你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它这股票叫鸿海啦，它在过去来讲，你看这个是我之前讲的3月27号，我就跟你讲说鸿海上看200，鸿海啊上看200，鸿准上看1XX，会不会大内叉，很多人也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我讲我也没有，我也不会跟你讲技术面基本面啊，我当时讲的时候也没有人觉得陈老师在这边欧北软下欧北软购，你看3月27号，我陈老师我从来都不会跟你讲什么技术面基本面，我就跟你讲这三个字叫大内障，我都跟你讲一张都不能卖，一张都不能卖，有没有？一张都不能卖，一张都不能卖，很多人就杀你软卖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只是说我今天要跟你谈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了解到，我跟你谈到这股票叫鸿海，不是说叫你说今天啊鸿海多强多好赚，我也是看不太，我说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他这种算小 case 啊。只是我要跟你提到过鸿海这个东西哈，你要去了解到过去的鸿海，它基本上它都是在100块附近混的。鸿海它今天能够上到150以上的价钱，甚至未来在200的价钱，这不是代表鸿海很强，这代表说未来鸿海它算是过去来讲整个电子股里面它是最牛的，这个鸿海啊。这鸿海它是过去电子股里面在熊股威啊，那它都能上了，你想想看，连鸿海它都能涨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股本，对，连鸿海都能涨，那鸿海都能涨到快要以后可能都要200，那可见的很多的电子股未来是不得了的。你这样，你依然可以形容你有在艺术。鸿海，你去想，鸿海它都能涨啊，这鸿海它过去是最牛的。鸿海它都能涨，鸿海都能涨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有很多电子股，那未来是不得了的。你这往这个方向去想，会比较容易简单一点。哦，我陈老师，我再讲一遍，鸿海它都能涨，这是我过去跟你写的啊。你反正你就杀了一点杯了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大内差主力大消息在一倍以上。你讲之后就知道这你无讲，我无讲，你是咧？你看我爱讲袂话，你讲我无讲。那3月27啦，今天拢几号啊？我一直跟你讲，你都不能卖，有没有？我在这边跟你写，我反正不管了、啊，反正我跟你讲了，我这个又不是什么技术分析啊，我就跟你讲这个老五消息嘛。那
我今天要跟你提到的说，这不是说鸿海它多强，鸿海说真的也还好而已了，那是说买多的人法人啊量大。但是我要跟你提到鸿海这种股票，它是很牛的，它过去都在100块混啊，它今天它能够到200，那不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说鸿海这种电子股都能够到200了，你可想而知，很多电子股未来会到几百几千。我这样讲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鸿海这种股票啊，它都能够到200了。鸿海它都能够到200，好，你就知道说以后有多少股票会到多少，有很多电子股会不得了的。我这样跟你讲比较简单了，你懂意思吗？鸿海它都能够往200，那我相信它到200大概就是开始整理了。但是鸿海它能够，它从100它能够到200了，可见的很多的电子股，尤其是股本小的电子股，未来就是不止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四倍、五倍，那更夸张了。我这样讲，可能你现在不认同，但是有一天你就认同了。但是有一天你就认同了。我这样，我陈老师这样讲，你懂吗？我的意思说，鸿海它都能够到200，不是说鸿海厉害，鸿海以前这种股票它就是在100混，它也从来不动，但是连鸿海这样的电子股都能够到200了，那可见的很多的股票以后，很多电子股以后是不得了，了不得，了了不得。我只能讲到这里了，我就给你话就带到这里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五月以后，六月、七月、八月，你一定要买很，你要买很多电子股，你一定要重压，尤其是很多股本小的，尤其是很多股本小的这些股票，我相信在未来是不得了，了不得的。你看看，像我之前跟你介绍过，你看双倍的鸿海，这个也是啊。你认为这种股票会不会上千元呢、啊？我认为都轻而易举啊，这都不要再讲了。光胜，我以前讲这个哪有人要买啊？啊，外建工业哪有人那边1月22号，多早了，在这儿你看看，这陈老师在这杀小，这个会涨吗？对不对？哦，你看一下这个中阳光，你看。这也是鸿海集团的，以前人家说曾老师啊，这三小呵呵三连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很多人都说陈老师这什么东西嘛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跟你讲，不是说叫你们买这些，只是说今天要跟你提到说鸿海它都能上了，那是不是有很多股票在未来它的机会会更好？它的机会会更好。有一只股票啊，你要很注意。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消息、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很重要，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是很重要。台股啊、我今天为什么写这样子、五月第一名 Oh my god 五月第一标。我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未来台股会有个最大最大最大的利多，不是哪一只股票，是台股会有个最大最大的利多。这一只股票叫做 Oh my God 3687、我在这边给你写台湾的 AI， 未来台湾的黄仁勋。我跟你讲这个消息啊，这个消息以后会震撼整个台湾的股市啊，这个消息以后会震撼台湾的股市。这一只股票叫 Oh my God、我像我之前这个都给你写、最多就是、内叉，对不对？内叉反正你也不买嘛，涨了好多哦。这个你看看，像这个，这个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大内叉你也不买啊，你看看这个都多早多早多早了也不买啊，最多就是这样子嘛。你看看这也不买，光胜在这边12月12号20几号，你看我都给你写大内叉也不买啊。你看1月22号1月22号在这里啊，也不买。1月22号在这里1月22号我陈老师我不会跟你讲那什么技术面基本面啊，我跟你讲就是内叉啦，你要信不信啊。你看双红，你看1月19号在这里双香港啊，你看我嘴是给你写内叉，
反正我也没有技术面基本面，你看看一下这个3月27号，你看看3月27，我们来写内差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些内差都不是内差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台湾啊，台湾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最可怕的震撼的事情。你今天等着看好了，有一天你会吓死你。台股价有个最大最大最大的利多，这一支股票叫 Oh My God。我在这边给你写一个简单，叫台湾的 AI， 未来台湾的黄仁勋，放在心里面。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哈、哦？未来这个 Oh My God 陶给西有没有可能变成台湾的黄仁勋呢 ？Oh My God！ 这个会是未来啊！反正我有时候我跟你写哦，我这次我要跟你写不止一个差、啊。不是大内差，叫大内大大内差差差差差差，这个未来会不会是台湾最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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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而且到时候法人外资全部都来拱，法人外资投信全部都来拱。我今天这样讲，你有没有一点懂我讲的意思？因为我的东西，我又不能跟你讲得很清楚。我要让以后报纸来讲，不要说我讲，就像这个一样，我在讲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啊，就让以后报纸来讲，我讲这个也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啊。我最早在跟你讲中阳光的时候，从这里开始买的时候，我也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最后让报纸来讲，我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不能讲嘛，就不能讲嘛。我在这边讲的时候，我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就跟你讲大内差7.5亿的股本光胜，我以后就让报纸来讲，我就最多就跟你讲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跟你讲伺服器什么有的挖沟的，我就跟你讲1月19号，反正你就买大内差，我以后就让报纸，就让工商时报、经济日报来讲嘛，到这边自然就会讲了嘛，你在这边哪有人在讲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3月27号，我就跟你讲，就是这样子。反正你爱信不信，一张都不能卖，到时候就让报纸来讲，我就不会，我干嘛跟你讲清楚？我干嘛跟你讲清楚？我跟你讲这个以后啊，我跟你讲啊，5月、6月、7月，有些东西。我今天我要跟你谈到说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你不要再看坏了，你要相信我讲的，鸿海它能够涨到200块，这个一个基期，鸿海这种股票它是过去来讲它是最不会涨的，它比大牛还大牛，但是连鸿海都能够到200，你要知道吗？有多少电子股，尤其是我陈老师有时候讲话哦，你说我讲夸张啊，哦，你都说我讲夸张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讲夸张，有一天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夸张了。啊，这哪有人要买这种东西啊？哪有人要买这种啊？你讲话，我讲话夸张，这以前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哎、欸，陈老师这是啥小？哎，一天来拉筋点。哎，一天也无700张啊！你是咧介绍这是咩？是，你介绍这是咩？啊，这要食屎哦！这种物件敢会买？哎，但即摆来大家拢爱买，这股本也很小。你看这时候还700张，
陈老师在这一期上一起啊，这也可以。我那时候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人要啊，1月22号，你看看双行。陈老师，再来这位涨哦，你看看，我从来都不会跟你讲技术面、基本面，一张都不能卖，还是3月7号呢。陈老师啊，这一张我看了好久了，你废话，你当然我没我讲的东西我啊，我没讲吗？没讲吗？陈老师，我早就卖了。股票没来算，股票没来算，你是要做啥小？你要每天在那边围算，对吧？看网路，在那边好难。我陈老师跟你讲，就是说有些东西，我今天为什么一直跟你提到说鸿海？因为鸿海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第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另外一个我们赖总统他也是提倡科技之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然后另外一个鸿海这种股票，鸿海这种股票它都能够到200。他这种股票都能够到200，那不是说代表你不要去想说是鸿海厉害，你要去想什么？你要想啥？你要想说鸿海都能够到200，你知道有多少电子股未来是几百、几百、几百，甚至几千，甚至几倍？鸿海它以前它是最不动的，鸿海它都能够到200了，鸿海当它垫上去了以后。未来台湾的股市3万4万都不是问题，很多电子股它未来会不得了。你现在进入了假期，接下来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，我跟你讲啊，接下来暑假来了，很多的这一些大展，很多的这一些所谓的这种很 power 的、很可怕的、跟 AI 很有关系的、很跨领域的东西、很那种 new technology， 很多的这种所谓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讲话夸张，有一天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东西啊，陈老师啊，这会一倍倍哦，什么叫倍倍？来拉近一点，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倍倍？倍倍啊？什么叫贝贝？什么叫贝贝啊？一倍又一倍。哎呦，陈老师啊，以前在香港哦，100多块叫我买，我没敢买。我说你别买啊，旗红双红，哪一支不是我讲的？最早在讲旗红都没人理我呢。我还跟你讲说啊，我说那个有个金红，有个陈建红的红，宝盖红，我说那股票很好，陈老师要买旗红干嘛？我还跟你讲，我以前跟你讲那母亲的恩泽啊，叫嘉泽，以前80块而已，知道？现在快2000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有些东西哦。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你讲台湾的 AI， 未来台湾的黄仁勋呢？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事情哦，我们在业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业内啊，很多业内的人呢、啊，台湾的黄仁勋呢、啊，台湾的真正的 AI 盟主啊，我跟你讲的东西，你有一天你会印证的。什么叫背背背？从这个地方啊，背背背。3.8亿的股本，3.8亿的股本。我今天跟你提到的东西啊，你要放在心里面。我今天比如说最简单的跟你举个例子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陈老师啊，我不要跟你讲什么。陈老师，光盛为什么涨那么多？光盛为什么人这么涨？光盛啊，我1月20号在讲的时候没有。光盛为什么人这样涨？来看一下这边。银行股本，来拉近一点。我不要让你看光盛怎么会涨，我要告诉你，它的股本就是不是75亿，它的股本就不是750亿，它的股本就不是7500亿。光盛的股本为什么光盛能涨？光盛的股本就7.5亿。哎，陈老师，啊，中阳光为什么能涨？啊，中阳光为什么能？来看一下中阳光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中阳光的股本就7.8亿。好，
啊，陈老师，三年为什么能涨？来，我们来看三年的股本就是 4.11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。啊，香港为什么能涨？来，我们看一下香港，它没有什么厉害，它今天涨了快1000块，它股本呢？它不是90亿，它的股本也不是900亿。香港这个很简单，它的股本就是只有9亿。香港感觉上是一个很大的股票，大家都在讲香港，可是你知道它股本有多小吗？你知道它股本有多小吗？它就9亿的股本。我今天我就要跟你谈的就是说，你今天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基期的问题。什么叫基期的问题？我要一直跟你提到说，你今天你必须要去了解到电子股它为什么会有大行情，连鸿海这种牛中之牛的股票都能够站上200了，再加上我一直跟你提到过，未来5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是一个月会比一个月好，你在接下来下半年龙年的下半年，很多散户你是会暴赚的，你会暴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连鸿海这种牛中之牛都能够到200了，下半年你知道有多少股票你会暴赚吗？反正哦，我有时候写这个东西，说真的，人家说啊，陈老师啊，因为写那么夸张，我都夸张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大内差还不只是一个差嘞。我这一只股票大内差，我跟你讲，还不是一个差。来拉近一点，我要跟你讲，这个差还有的差嘞。为什么？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东西，有一天啊，我跟你讲，投信、外资、法人全部都会看得到。还有台湾，还有台湾的黄仁勋哦，咱起码咱扣比狗呀。咱即摆咱可能会靠美国，以后咱台湾家己啊。陈老师，有些消息你怎么会知道？我陈老师，我今天我跟你讲的不是我知不知道的问题。咱即摆咱拢看了看美国的黄仁勋啊，拢咧看美国的苏之峰啊，你看无台湾的黄仁勋啊？咱起码咱拢咧看美国的黄仁勋呢，那大家拢咧看美国的黄仁勋，你今仔你看无台湾的黄仁勋哦？我跟你讲，尤其是接下来很多的科技展，很多的很重要的展，会有很跨领域的，会有很劲爆的，会有很跳痛的一个发明。哦，那我陈老师今天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多注意，先把这个记住了，3687。我今天我要跟你谈的是5月、6月、7月，记住了。Oh my god！ 有一天你就知道什么叫做，来拉近一点，什么叫做 Oh my god！ 我陈老师只讲到这边，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
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，听我讲，以后有没有比双红旗红两倍再两倍的？双红旗红两倍再两倍，以后有没有比光盛两倍再两倍的？比光盛两倍再两倍的？各位投资朋友，等着看，有一天你就知道什么比光盛，什么比旗红双红两倍再两倍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